拍过什么啊？是我们之前还有看过，是一个咖啡厅吗？还是是？那个就是猫屎咖啡的广告。对啊，就是我第一个广告。对，我第一个广告，然后我还没确定我要进去这个圈子。嗯，就觉得蛮好玩的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Malibu 不是 Malibu 拍这个 music video， 对啊，哦，我记得。然后呢，我就邀请他，就是说，可不可以来当我的那个 music video 的男主角这样子。然后我怎么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广告。没有了，会开玩笑。然后就现场就是一起对啊，对很多东西这样子，就觉得他的荧幕魅力很强。拍照也是啊。眼睛很会放电，我还记得啊，你还会把每个舞记得。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，我就害怕眨眼。滴答答，滴答答答，答答答答，这幅画面是不是我太幸运，能够再爱一遍 ？Oh, once again。他的眼神让人感觉很温柔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看到的全是爱，嗯，太甜了。我们会不会很像电灯泡？电灯泡有点，我们要不要自己闪？